恭喜 Brand B 白景翼成功复活。我说实话，就是真的是让我相信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吧。人嘛，总是要现实一点。这个感触是什么呢？就是不一定要来节目，也不一定需要节目。今天现场的十位选手将进行五组一 v 一对决。哇，好！T 上梁老师，我觉得今天的表现无懈可击，很想站起来跳，但是你不是我的队的，没办法。谢谢你是我们发言站的一名成员，对，我觉得小白真的值得，他真的不是一个混，听不听得懂都不太重要了，嘉龙确实是我的王牌。